我身上这一款上衣的颜色有没有很 sharp 呢？来，今天呢给你们带来的是这一款坑条棉质上衣啊。这款坑条棉质上衣呢，它是非常非常的大弹力，宝贝们，你们可以当，而且呢质感超舒服穿的，完全的你不用担心熨烫。你可以看这个真的是有扎很露的布料来的。这个款式呢，我们主打是偏休闲，所以领子上面呢我们没有做太多的修饰。深蓝色呢，我们一样是装了这个白色的线在上面的，看起来呢它就有一点点的小心思了。所以呢三个颜色呢，我们一样的是穿了白线在上面的。现在呢我穿着的是 M size 来的，我的胸围37，腰围31， OK， 穿 M size 的整体舒服刚身。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粉红色呢是 M size， 我穿起来是舒服的。靴子这里还是做一个简单短靴设计，还一样是可以遮到我们手臂的肉肉的部分的。衣角这边呢是做一个交叠倒 V 设计，所以它看到腰型这里还有一个收腰的效果，看起来是非常的显瘦的。这个布料本身它有做这个坑条的设计，然后它的坑条就是比较细腻一点的。来，现在呢我换上了第三个颜色，就是这一个深蓝色啊， OK， 深蓝色我一样穿的是 M 咯。所以宝贝们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款式呢是真的非常舒服穿。宝贝们，我们这款坑条棉质上衣呢一共有三个颜色，就是 Lexi 身上的深蓝色、粉色还有这个黄色。这一次呢这个款式我们做了两个比较鲜艳的颜色哦，所以宝贝们鲜艳的颜色一定要带一件哦。size 呢就从 M size 开始，我们现在都是穿着 M size， 然后最大有到三个 XL。